哟！哇，这些女生驾车啊！哦，不要上他们车最好了，危险！喂，换我！哎 ，Hello， 我换了。啊，怎么？啊，同学会今晚啊，我去不到了。啊，我脚伤了，我去不到。改天啊，改天找你喝茶。啊，可以了，拜拜。哎，爸，在干嘛？刚才我跟阿花朋友哦，打过来叫我去参加一个朋友会，我怎样去？为什么不可以去？没有看到我脚啊，这样伤，我要怎样驾车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女儿刚拿驾照？刚拿驾照，你还有意思讲？我哪里敢坐你的车？呀，我很要相信我吗？不要开玩笑。不要，你驾车我还是觉得很危险。不要，哎、我跟你讲啊，我先去上车，你要就等来 ，OK。哎，等一下。哦。不要钱袋快点绑好不好？喂，周伟，挑钱去。喂，李什么？才刚 start 车哎，你不用给他问骂吧？啊，好，可以。啊，没有车，可以好。慢慢来啊。好。喂，后面有车没有？你这样子推。你是喇叭可以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不要一直打那个 break， 那个车会坏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啊，没有车，快点。不要这样快，前面有车啦喂！没有，人家还有距离啦。加慢点，不要过顿了喂！放慢点，不然这辆车飞起啊！慢一点啊！慢了吧？啊，你走五啊，应该走三了。喂，莫多呀！停！我叫你停，停啊！哎呀，爸爸，没有事啦，我没有撞到他，你看这辆车。幸好我拿这个包啊，我不要拿身边来啊。喂，那个车。转出来了，看那个巴金那边。爸，你做梦！你没有看到那辆车，刚才转出来。哎呀，可以啦，我这样很慢啊，20不到哎，爸爸。就加三了，你现在加着5哎。喂，停车，我叫你停，快点停，听到吗？停！因为你们这些女生哦，刚拿到车牌，你又加这样快，你到底会不会加车的？而且你是女生，知道吗？女生还加这样快，爸爸，现在我驾车，你一直在那边吵，一直在那边讲，我要怎样专心驾车？你给我讲，啊？你要我驾是吗？我驾给你看，我跟你讲。不是要低估你的驾车技术，只是在爸爸心里，你还是一个小女孩，不希望你犯错，也不希望你从中受伤。但是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因为我的女儿她长大了，不再是爸爸心目中的小女孩了。女儿。
下。啊，你按一下，然后。哎，不会。请假。哇，以为我们在后台耶 ！Sorry， 阿奇，担心。你可以用那种很发飙的，哎，这群人骂人的方式啊。啊，就用那种方式。我现在驾车。哇！喂，就是要这样 ，Ailsa 爆发嘛，女孩。想看我之后，你想看我厉害？我现在驾车。你一直在讲，我就叫你驾车，你跟我讲啦。你真的要看我很厉害驾车吗？我嫁给你看，我跟你讲。嫁给你看。冲冲冲！就这样。够屌不屌？我你个橘吗？